林家猪八目前在竞赛跑道上进行一般男子组四百公尺预赛进入到第四组的赛制。目前进行的是一般男子组四百公尺预赛第四组的赛事。在这边先让的冠军代表屏东辅大参赛，直接赛后的要幸福台湾大学直接赛后是陈宜昌中原大学，领先参考成绩53.80。我知道那个刚好在那里。